所以我想同你聊聊。聊吧。司夜可谓是步步紧逼，费尽心思做了这么多，就不怕是一厢情愿？不怕。我所做的一切都可以不求回报。那司夜真是执迷不悟呢。你不也是？那你是觉得阿奇会选你？阿奇，先泡我的。司夜，明明是我先来的。尊师重道，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？这就是你说的公平。好，那就让桑琪自己说。桑琪，泡我的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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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泡我